好吃吗？哎哎，how's it going？ 哎呀，这个。哎，大家好，大家好。Oh my god！ I think they like it. 天涯，这埃里克斯什么情况？怎么穿这身玩意过来？他傻呀？这不是砸场子吗？他肯定是傻呀，他一定不知道穿这身衣服是什么意思。赶紧，赶紧把他弄走，这太不吉利了。埃里克斯，啊，静，我的衣服好看吗？你知道你穿成这样？代表着什么吗？这不是中国的民族服装吗？啊，比穿西服打领带有特点。这是民族服装，可是在这种场合穿不合适。这叫校服，不吉利。什么叫校服？什么叫不吉利？你心里的事儿，还是不想对我说吗？我心里是有事儿。现在没有了。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知道你心里的事儿是什么。你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和你有直接血缘关系的，自己的亲生骨肉。你纠结了那么久，躲躲闪闪，难以开口的。是不是就是这件事情？是，但我说了，这件事已经没有了。你是想和我再生一个孩子，还是想和别人再生一个孩子？你既然已经明确告诉我了，你不想和我离婚，那你就应该告诉我。你到底想和谁生孩子？我当然只是想跟你再生一个孩子。但只是想。那你再告诉我，这件事情怎么就已经没有了？是不是还在恨我？还没有原谅我？没有。真的没有，这件事情就是已经过去了，但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这种衣服是不能随便穿的。明白了，明白了啊，那我是不是要进去跟他们对不起，跟领导说对不起？你知道领导是什么意思吗？头。你连头都知道？当然，在美国的中文班里，我是优秀的学生。哦，那你在美国的中文老师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中国人。那你知道丁彦雨航吗？丁彦雨航？不知道。我，一个中国篮球明星，在美国的 NBA 联盟试训过，在德克萨斯。你的中文是丁彦雨航教的？哦，不是，我只想告诉你。我的中文老师是丁彦雨航的英文老师。和感情，李佳，只要你同意，我会永远把小磊当成我的亲生女儿。在我这儿，除了血缘，没有任何障碍。
雪原恰恰是一个摸不着看不见虚的东西，难道没有雪原就不能成为亲人了吗？我们陪着小磊从不会说话几斤重几十公分长的一个小婴儿，看她变成了一个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的大女孩，我不可能不把你当做她的亲人的。在身边，在家里有一个小磊这样的健康快活的女儿，每天脆脆的甜甜的管我叫爸爸，这是我的造化，我的幸运，我赚了。我不应该觉得委屈。李想，我发誓，小磊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如果你还相信我，这一点永远不会变，到死都不会变。我来征求你们俩的意见，是因为我没有想到林想知道了我做的这个决定啊，而且他居然同意了，这下我心里反而七上八下，我有点慌了。谢谢，客气。只要你不想离婚，你和林想的感情还在，要一个孩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老黄，你能做这个决定太好了。如果你们之间有个孩子，这对你和林想的感情来说是一种稳定，一种修补。反正我是举双手加双脚赞同。你别冲动，先把你那双手双脚放下来。要一个孩子不是买件衣服买个电器什么的那么简单，这孩子呀就好像粘合剂强力胶水，他会把你和林想死死地粘在一起，撕都撕不开。你可得想好了，得慎重。我对林想的感情你们不用担心，让我离开林想再去找个女朋友再重新建立一个家，我没有那个胆量也没有这个能力。你老黄是个老实人，你没有白志勇那个心碎男人的我心狂野，所以离婚这事儿还真跟你没什么关系。只要你想清楚了，我支持你再要个孩子。哎，蓝老师和老白也同意。我发现咱们五个自从做朋友以来还没有哪件事上的意见这么统一呢。这个决定英明伟大。我怀孕计划有实质性的进展了。是吗？战战兢兢的等待吧。你心里一定有很多的问号。你放心，你不说我不会问的。先回答你第一个问号，是自然方法。那好，能省不少钱。再回答你第二个问号，未来孩子的父亲是我前夫。什么？你前夫？还是用自然方法？怎么了？你是想说我疯狂勇敢，还是没皮没脸奋不顾身？都不是。其实我是想问你前夫怎么会答应呢？我这个前夫一堆的毛病，但是有一点，只要我想干的事他都会满足我。
你们都已经离婚了，他还愿意用自然方法跟你生个孩子，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是个疯子，要么就是他心里还放不下你。也许吧，你很幸福。幸福吗？当然。他们都同意了。对不起啊，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要去找我的朋友们商量了，我心里才踏实。你别介意。小美说，孩子是一个强力胶水，能够把我们死死地粘在一起。林夏，我不是冲动，也不是为了照顾你的情绪，我是心甘情愿的。我愿意和你死死地粘在一起，永远不分开。谢谢你，谢谢你能够那么清清楚楚地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就是想跟你有个自己的孩子，好吗？谢谢你朋友那么善良，那么理解我，我特别特别庆幸，我庆幸我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之后，你对我的感情没有变。为什么那些好看的中国字都没了？是啊，好像你期待的好看的姑娘也没那么多了。金雅姐，行，你怎么来了？埃里克斯，来这边坐。你们那个交友活动停止了？是啊，工商和城管说我们影响社会治安，只能停止了。那白志勇呢？白志勇就只能失业了。怪不得白志勇说他又失业了，我还以为他调皮捣蛋被你们开除了呢。没有。今天怎么没有辣椒呀？你现在不能吃辣椒。吃辣椒怎么了？不能吃辣椒。哎呀，吃辣椒没事儿。真的吗？当然了。哎，你们俩，你们俩和好了吧？和好了，不闹了。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因为你们俩说话的语气又变回来了。老爸还经常拉着妈妈的手，经常笑眯眯的，脸色好看多了。政府不同意，我想得通。谢谢你想得通。中国话讲叫安定团结。这词儿也对。见不到漂亮的中国女孩了，失望了吧？不失望，因为最好看的中国女孩就在我的面前坐着。谢谢。
你想交一个中国女朋友，不能马上实现了，你还得继续努力啊。我喜欢你这样的中国女孩，我喜欢你。艾利克斯，我喜欢你这样的中国女孩和我喜欢你这两句话在中文里是两种不同的意思。还有，在中国话里，女孩是指年纪轻的，比我年龄要小的，我应该称为女人。我想说，我喜欢你，我只喜欢你，我爱你。我知道，我喜欢你和我爱你在中文里也是两种不同的意思。我想说，我爱你。你让我很惊讶，我爱你这句话不能随便说的。我不是随便说的。你肯定吗？十分肯定。我爱上你了。哟，回来了。怎么搬回来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呀，也没出什么事儿。我妈隔三差五的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住在白志勇那儿，说人家白志勇是客气，总打扰人家不合适。我觉得她说的有道理。你妈不让你住在白志勇家，估计不光是这个原因吧。这点咱俩还真想到一块儿去了。他老人家这点心思呀，我也明白。他还梦想着咱俩能和好，复婚。为了他那个宝贝孙子。搬回来就搬回来呗，看你愁眉苦脸那个样，就跟让你进监狱似的。蓝天宇，你不是犯人，我也不是狱警。以后你想谈恋爱，接着谈你的恋爱去；想颠覆生活，继续去颠覆你的生活。我不会妨碍你的。爸妈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啊。什么事儿啊？是这样哈，你长大了，爸爸跟妈妈的工作也比较稳定，收入也比较稳定。爸，你说什么呢？吞吞吐吐的。爸爸妈妈商量，想给你再生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啊？你们是说你们俩想再生一个小孩是吗？嗯。老黄想要这个孩子，他是不是要编各种理由来糊弄黄小磊？咱家是不是也一样？加上我妈，咱们也要说各种谎言来糊弄我们的儿子。你不觉得这日子过得很别扭吗？我明白，你跟我说过好几次嘛。你们那个换个活法，就是不说假话，说的真实，活的真实，对吧？对呀。可是现在呢，每天都要编理由说假话。不瞒你说，上官辉，我现在每天接到儿子的电话，我都有心理障碍。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骗子，一个大骗子，我都想抽自己。这也是我搬回来的另一个理由，起码可以少说几次假话。因为姥姥呢，她是满族人，是少数民族，所以妈妈可以生第二个孩子。主要还是因为你长大了，懂事了，不再缠着大人、黏着大人了，所以我和你妈妈才有能力和精力再去养一个小孩。好啊，我同意，我坚决同意。怎么样？我说小磊会同意吧？这么看着妈妈干什么？
爸，是不是你已经怀孕了？哪有那么快呀、啊？妈妈还没有怀孕呢。那你就快点怀呗。爸，你着急的。哎，你是想要一个小妹妹，还是小弟弟？最好是双胞胎，一个小弟弟，一个小妹妹。真比我想象的要简单要轻松。之前还紧张纠结的商量了半天，可是没想到跟小磊一说，他马上就同意了，还特别高兴，也没问为什么。那就太好了。孩子毕竟是孩子，单纯，倒是我们这些大人多虑了。哎，你说，我们是不是太阴暗了啊？给孩子做了一个套，小磊现在没问原因，那是他还没反应过来，总归有一天还是会问的吧。是，我也这么想。先别说这个了，反正是又闯过去一关。哎呀，小磊，你说这事儿他是不是真的特别像打游戏通关，咬着牙憋着尿瞪着眼，手脚并用，手忙脚乱。不过还好，总算快看见曙光了。你接下来努力耕耘，争取早一天让林想怀上。既然老黄想要孩子，那他肯定不能再无忧无虑的到处玩。要是林想怀了孕，我可不能再这么跟你们疯玩了。咱们这个疯狂三人组就该解散了。是该解散了。你要回家生孩子，蓝天鱼跟欧小欧去谈恋爱，可不就剩下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单飘了呗。你一点都不孤单啊，晴雅的肚子里还有你一个紧张的期待呢。怎么酸溜溜的？是吗？凉皮儿有点酸吧？嗯，有点。爱尔兰。二战前的，二战后的，还有入欧前的硬币，没少放血啊。嗯，1800呢。这么深情的看着我，是想让我感动呢，还是想讨好我之后继续借钱呢？俗。太俗了吧！你都没钱吃饭了，还有心思买这个？前妻的酷爱比我的肚子重要。喜欢的东西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留给你未来的孩子，既是精神，又是财富。我还是不明白你的逻辑，你的动机是什么？但买这硬币的钱也足够你吃饭了呀。还是俗。你以为我拿这硬币当诱饵，能从你这儿套出更多的钱来？我没那么鸡贼吧？再说，谁会花那么多心思去找这种诱饵啊？不论你是什么心态、什么目的，我会感动。这硬币我收下了，钱不借。工作丢了可以继续找。你要改掉你乱花钱的毛病。完败，1800白花。哟，大闲人。还没当成爹呢，哪有那么容易啊？你也够闲的，
和蓝天玉的恋爱谈的怎么样了？没什么新的进展，因为也没什么新的创意。你看这饭也吃了，咖啡也喝了，电影也看了，现在就是满大街溜达。在一起也没什么新鲜话题了，暮气沉沉，越来越不像一对情侣，倒像一对老夫老妻了。携手共度黄昏的感觉。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我正想问问你的意见呢。没问题，我帮你想，给你支支招，保证你们俩激情四他们俩人岁数加起来有七十了吧？没有，最多也就68、60。你别给我贫，这么大岁数了，这不是在过家家。你这馊主意不行，馊得厉害。江小美，你这老毛病又犯了啊！讽刺、打击加挖苦，而且还谨小慎微、多理多嗦、扯后腿、泄士气。啥事儿都没干呢，先把困难摆在前头，你整个一个女黄九恒。你先别说了，咱先听听人家当事人的意见。九，你什么想法？也许这个办法是挽救我和蓝老师这场谈不下去恋爱的一个办法。也许你别瞪着个大眼珠子，也许来也许去的。你不会真同意了吧？傻缺呀！那也得先征求蓝老师的意见呀。那就是说，你同意了。要么就听老白的方案，要么就终止我跟蓝老师的恋爱关系。欧小欧，我说你二，你还不服？你是真二，二的让人诧异。二就二呗，不二哪来的爱？理性冷静的选择，哪儿来甜蜜的爱情？现在就给蓝天宇打电话。这个方案是谁想出来的？本人。你可真是煞费苦心呐。跟着舒坦走，紧抓住我的手啊。反正小欧说了，听你的。哎，白志勇，小欧是这个意思吗？你怎么只说一半儿，藏着另一半呢？小美，那藏着的另一半是什么呀？藏着的另一半，恢复你们俩的单身身份。等等等等啊！我现在有点蒙头蒙脑的，我先把这事儿捋一下啊。按照老白极力煽动的这一半方案是，我和小欧进入他和小美的家，过过情侣的生活，充分享受恋爱的实际内容，省得你跟欧小欧满大街溜达，又怕被人看见，带着鬼鬼祟祟的心理谈恋爱，太痛苦了。白志勇的意思是，你可以出入我和小欧的住处，在一个隐秘的空间里，能让你们的恋爱有滋有味、有内容的稳步进展。明白，就是假装过过真恋人的日子。还有，在你跟小欧这个恋爱的不拥抱、不接吻、不上床的三不原则的基础上，再加一个新三不原则。第一，不准否定老三不。第二，这事儿不能对外张扬，先保密。第三，不许打扰小美的生活。也就是说，在她回家之前，你要准时离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个新三不原则是我跟小美刚刚商量出来的。小美，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很明白啊，我坚决反对白志勇的方案。嗯，你看，我又懵了。你既然坚决反对老白的方案，为什么要出一个新三部呢？这个新三部好像是在完善老白方案的内容啊。按照你的方案，那我和小欧应该就此分手啊。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了，小欧已经倾向白志勇的新方案了。
怎么光剩点头了？我之所以反对你和蓝天瑜这恋爱继续进行下去，不是因为我太传统太古板，我还是担心你。你的真实情况一直瞒着大家，我怕这么下去总有一天会出事儿的，到时候受伤害的不只是你，蓝天瑜也会受到伤害。既然这恋爱谈不下去了，就此下个台阶，躲开这段你自己都判断不清楚或真或假的感情，不是挺好吗？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状况，才需要在感情上有具体的行动行为。忙忙碌碌，假装充实，好让我胡思乱想的时间能少一些。折磨我的时间也能少一些。我需要这场恋爱让我充实起来，我更需要通过帮助蓝天瑜让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你懂吗？我担心你控制不了局面，受不了场。我都已经这样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别担心，你就继续帮我保密就好了。决定了，迈开步，甩开腿，大胆往前走，齐心奔幸福。我知道这是一个游戏，你在帮助我这个有心理疾病的人。再给你加一条，你们那个疯狂三人组马上就要散伙了，心里是不是有点空落落的？没错。这个方案确实能让我充实一点，我也想要一个新鲜点的环境来面对。每天回到家跟离了婚的前妻住在同一屋檐下，冷脸对冷脸，多少有些别扭。我和蓝天瑜的颠覆都具体化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和景雅有没有可能复婚？自从他有了这个想要孩子的念头之后，我跟他讨论过，也自己想过，判断过，结论是不可能。那另一种可能，景雅真怀上了孩子，你们可不可能复婚？以我对他的了解，也不可能。我换一个问题，你更要说实话，你心里到底喜不喜欢江小美？喜欢。回答得这么干脆，我怎么觉得你那么不严肃呢？你喜欢江小美，所有人都知道，问题是你是哪种喜欢？你们俩有没有可能发展下去？有没有可能成为恋人？怎么可能啊，大哥，江小美没有离婚，又有个如狼似虎的老公，不可能有发展。这段朦朦胧胧的感情只能扼杀在摇篮里了。那太残酷了。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那你
那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单飘着？你离婚也离了挺久了，素着也素了一段日子了，脸儿都快绿了，你就不打算找个女朋友什么的？不想，起码暂时不想。一个人的日子虽然孤单，起码落个清净，总好过两个人吵吵闹闹、怨声载道吧。彼此伤害的日子，我过怕了，在恐惧中还没恢复过来。喝点什么？白水就行。你自己来。我再给你烧点。不用了，我渴。哦，知道吗？老兰和小欧已经正式进入我和小欧的家了。知道，知道。你看，原来来我家吧，一来来一堆人。今天你自己来了，我还有点紧张，有点不自在了。你是怕你前妻，还是怕我那个丈夫，还是怕大家的流言蜚语啊？我是怕大晚上的男孤女寡，脉脉含情，你这不是鼓励我犯错误吗？别拿开玩笑来掩盖自己的紧张，犯错误。你是这么正经的人吗？还怕犯错？影响。现在本来就流行咱俩风言风语的说法，说我对你不怀好意，垂涎三尺。再加上我那个追求舒坦的理由，放肆放纵自己的说法，我还有法抬头吗？这可真不太像你啊。没脸没皮的人还那么在乎面子。老兰和小欧这件事上，你不是上蹿下跳吗？啊，那么超前，那么积极。怎么我单独来你家找你一趟，你就这么局促啊？我没关系啊，我主要是考虑你，你还年轻，容貌尚可，人言可畏啊，我的面子没什么。我就是考虑你的面子才单独来找你的。我不想给老兰和老黄对你说三道四的机会，而且我真的有事儿。什么事儿啊？怎么了？嫌少啊？这9000是你应得的。上个月你帮我经营餐吧的工资，给你这钱是让你吃饭的。老黄有窝回家里当准爸爸，你们这个疯狂三人组已经寿终就寝了，没有人再帮你买单了。这钱我不要，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再说我也不需要钱。拿走，拿走。哎哎哎，别走啊，把钱装上。干什么呀？不就是把方便面换成馒头了吗？你还不知道吧？我祖籍山东，我就爱吃馒头。是，最近兜里是不太富裕，本来想买大饼的，有点咸味儿。可是这不一样吗？想吃大饼的时候，我拿菜刀把它拍扁了，
想吃面条的时候，我拿梳子使劲梳几下。你把钱拿走。白志勇，你别嘴硬了。再这样下去，你恐怕连馒头都吃不上了。面子薄，肚子可就瘪了。这钱给你，不是给你的嘴，不是给你的面子，是给你的肚子。你先问问你的肚子需不需要这笔钱，如果不需要，就把它扔了。不想说再见，不想对你说再见，真的不想对你说再见。装作专心收拾行囊，装作是平淡的平常，装作不会天各一方。我笑着很彷徨，不想说再见，不想对你说再见，真的不想对你说再见。当作彼此需要空间，当作思念更加新鲜，当作只是一个考验，可泪水有些咸。离开的时候我没有回头，我不敢回头，注定的漂泊我没有选择，我不能选择，刻骨的思念我没有停歇，我不会停歇，生活的艰辛我没有退缩，我不